都是去年的两倍左右，到目前为止是整个规模最大的一届数字贸易博览会。我们也有很多未来产业的专业展区今年设置，比如说机器人展区，我们集聚了很多个是人形机器人。更有特色的是，我们在展示的同时会布局机器人未来应用的场景，比如说教育，比如说那个家庭的养老等等，这个都会在数贸会期间做一个精彩的呈现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ate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